天一同前往的为桃园见。舰队分署在今天早上4:36接获国搜中心通报，在七美的西南方60海里处有一艘大陆抽沙船翻覆，请求派艇协助。舰队分署立即指派桃园舰及澎湖队的5/53艇前往，另外增派巡护1号及138艇前往支援。国防部及空勤总队亦派遣直升机前往，陆续到场协助。在8:20，国防部直升机调起4名船员，均生还。9:17，空勤总队调起1具大体送往三军澎湖分院。目前该海域仍由舰队分组派舰船在场扩大搜寻中。